刚才女儿头痛啊，我看到一个岛，周围都是水，然后外面还是岛，外面的岛大啊，中间一个岛很小，但这个很小的岛上风魔啊，从小岛上出逃啊，实际上这个小岛一直连到地下啊，连到地下。然后那个魔啊，通过在下面地下打孔，一直打上来啊，然后连到水面水以上啊，没有水淹进去，然后风出逃啊，是河洞里的啊，河洞里的啊，现在走的那些啊比较小啊，功率比较小啊。早期走的那些呢，相当于魔啊，带着什么机密文件之类的啊，相当于，头头啊，先撤退啊，他们带有重要东西啊，带有重要东西，所以，所以他那个发出亮啊、亮光厉害啊，现在慢慢暗下来了啊，慢慢暗下来，后面就没有什么大物品要带的啊，所以功率也小啊，前阵子人家误以为什么极光之类的。就是魔在大规模出逃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啊，知道了啊，原来是魔的头头逃的时候带了一些，重要的东西，所以功率大啊，现在功率比较小啊，好的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，